是啊，你成就了，其实就是在内心修，这个道场真的在心中，但外边是个依止，当然能适当的能建立起这些依止，我们会尽全力帮大家建起来。只要你的修正真的需要这个依止，我们都会尽全力帮他建起来。啊，你要真的需要官房，哪怕什么都会建，你需要你的修行需要的任何的东西都会帮助，我们都会尽全力帮助，只是怕你不需要。接起来反而会障碍了你啊，就是，而这个世界，就像这些印记啊，这些东西太多了，已经实在是太多了。官方将来也无量无边，每个寺院都有官方，很多人都在建官方、建闭关中心，是吧？但是，真的有人在里边成道，真的有人把世，哪怕是把释迦牟尼的正法那些东西看清楚，这才是重点。我公司从2012年开始到现在也都几年了，是吧？大家每天在听开示，而且你们的法性都很好，都很厉害，是吧？根气也都好。到今天，如果觉照力、止力、定力啥也没，你想想我们差在哪里了？就是一定要觉照到自己，我们空在哪里？我们对自己没信心吗？如果没信心，发那个心干啥？其实发心挺难，成道不难，其实是真的把它当成一回事难。有的需要5、6年、6、7年才有一天才会突然醒悟，哇，好像这件事蛮重要的哦，比世俗法重要，真的会这样想的。前边都是一直在，这就像我一直说的，小孩子上学呢，一直觉得上学没不重要，太讨厌了学校，一直到他走入社会的时候。他去找过，他去受到磨难的时候，在墙上撞得头破血流的时候，他才说：“哎呀，好，那会儿好好在学校上课好了，好好学习好了。”他在那个时候他就懂了修行的重要，上学的重要。现在也是，现在不是你，也不是你，不是，还是你小，你还不懂，不懂修行对生命的重要性，就是说对你轮回的重要，你还不懂，还得就潜意识里面还小嘛。随着时间，你一定一天天你会懂的，一定会懂。懂得轮回是一件多么漫长的，都好遥远，就多么能够闻听到去一个解脱的方法是多难。你在生生世世的历劫的轮回中，能够有一次闻听到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有多难。因为历劫的轮回中，有的经过暗劫，有过地狱，你在历过历劫的轮回中，你有一次能听到。有一种法门可以让你停下来，有些教法可以让你不再死，被时空所控啊！你知道那是稍纵即逝的机会呀、多难！但是不知道，有很多人也在说法，但不见得能让你解脱。就是偶遇很难的哦，偶遇是难，偶遇真的是偶遇啊，偶然才会相遇啊！一不小心，哎，你在这里，我也在这里。是吧？能有，就是说我不是说我坐在这里有什么，是至于佛陀的教育呀、至于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呀、不管怎么，好歹我今天坐在这做这个老师，但好歹我从20岁修到今天也30多年，我也走过很多你们经历过的事啊，觉照的东西啊。就是如果我觉得你们从刚起修的话，我还是教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因为你毕竟我走，这就是说，好歹就像你们经历过结婚生子，经历过很多事的时候，你说教一个15、16刚刚出来准备走入家庭的人，你还是有点经验的嘛，是吧？你知道他会遇到什么的，大概也差不多，是吧？因为你全是你走过来的路嘛，是吧？那不是你在佛经上看到的嘛？你佛经上那些概念大家都懂，但是实实际际你是从一个家庭婚姻从走出来的，你走到今天的，你一直，而且每天你都在修正，一直没把修正放下。你是体验过人力的疾苦，你所有一个在家人修正的一个女人，甚至修正的过程，你的起心动念，你的习气欲望一模一样，你是走出来的。所以我觉得你们刚开始修行，我觉得有些困难障碍，还有你们会出现在哪儿，会有障碍，你一定会卡在哪里。我觉得还行，暂时。等你修的，我教不了再说，是吧？那你再去找这更高的老师，我觉得是不是？
所以稻草其实无所谓，我们有没有官法，有没有什么戒期没戒期，或者我们有没有蚕讨，其实这些哪儿不是修正的地方，知道吧？你只要有个凳子，你都能修正，甚至你有两脚有在地球有立锥之地，你都能修正。只是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有没有这个必要？觉得自己很苦，觉得这个世界上你很不幸，觉得那些更重要，你不幸更重要。你有没有在心里挂着说，哎呀，我很不幸？你还能有时间想这些问题吗？你不幸那些，还有过去你生在哪里，你投胎投错了，或者是想重新来过的，或者我过去十年二十年经历过什么，哎呀，那些好不幸啊，或者未来我会什么那些。你如果真的是今生修行的话，其实那些是不重要。等你有两三年时间去修正，你层层觉醒以后呢，其实人世界的事业并不难，修正确实是比较难，因为修正你要了解解脱就醒来嘛。人世界的事业不过就是定个目标，把因缘做具足了，你就会成功嘛。你做不好也许失败，但是你努力也行啊，你只要奔着它往前走就行了嘛。你不断的做，不断的做，我就不行。就像做这个东西，做这个东西，我不断的，我今天做不好，明天做，我只要反复的，总有一天我会做的方方正正，做漂亮的，是吧？就是这样。但成道有时候不是啊，因道有时候是你那样子去定个目标，直奔目标去，甚至你说我有路上会觉得，但不是那个思维角度，不是那样，成道不是那样子走的，嗯，是任何境遇里都不动不着想，任何境遇啊。那将来你们在你们面前将会出现各种境遇啊，佛像、菩萨像、众生像、无名像、智慧像，所有的像都要示现出来在你面前，你一个一个过啊，你才能考试及格啊。否则你会你否则你找了哪个像，你都给在失控，都是你像啊，都是我像啊，你找了哪个像，你就是那个像啊。你每一个像都要突破的，这就是破坏所有像，你才大自在，才在这儿，你就是佛嘛，大自在才会示现出来，你才醒来啊。但是你要找一个不断的示现各种像的地方还蛮难的，我告诉你。有些地方如果只示现成功的一面，富贵的一面都不行啊，是吧？哎，是示现贫穷也是很难的哦。甚至这就像我说二祖示现了杀头的像，那真的是大菩萨作为啊，大丈夫所为啊，大雄简直就是事先被杀、啊、你说一个主事业，我有胆量事先被割头，他也不怕缠都传不下去是吧？我直接交给三祖，我就去被割头去了。你说三祖会不会嘀咕啊，真的，我这个师傅怎么这样子，我的师傅原来是个魔，他走火入魔了，三祖不说这种话照样去传法，二祖被杀头到走火入魔干的，三祖如如不动的在那重法。如果我被割了头，你会不会老师是不是有问题了，是吧？那最起码大家会嘀咕一番嘛，是我的老师是走火入魔的、哦、你知道那叫正量吗？你知道那叫真的是心心相印吗？二祖那真的是传过去了，真的是二祖把心法传给了三祖，两个人想的一模一样，他想啥他马上知道，是吧？那老师被杀头被吊起来，这他怎么也二祖不疑，三祖不会疑的。三祖说，你事先什么是你的事，我弘法是我的事，知道？我去教四祖去，你去杀头去，咱俩各奔东西，是吧？你爱干啥干啥，我去，是吧？那真的是得法，那才是得法，是吧？我们在座的有没有一位明天我被杀了头，你们觉得说被一位走火入魔被干掉的，你们会不会心里嘀咕，这个老师我是不是跟错了，有没有这样的疑惑？那你就没得法，真的是没得了，我最起码没得到我心里想的东西，是吧？才就祖师爷那种，哇，那种你我们看这些公案你就简单的看过去了，你知道那多厉害，那真的是你知道他在何带着一派的，你要知道二祖就像达摩这些，这是何带出来，那真的是心法传佛心法的，一不小心断了怎么办，那都是一根啊独苗啊单线连线，一不小心给断了怎么办，人家哇那种自在啊，没问题了。达摩就是9年我就等了一个，等来了人家挑着鞋走了，把儿子穿了，我知道没问题，你知道那种信心吗？对地主那种信心吗？
大家一个上司对弟子的信心，弟子对上司的信心，那两个简直就是铁板钉钉子。达摩走了，不管了啊！你得法 OK 了，你传吧，我走了，不管了。二祖继续传，传吧，不管了，你传了三祖了，好，你去传，我去杀头去，是吧？三祖直接传四祖，我走了也走了。四祖传五祖，五祖说是见了六祖更，六祖不识字，还是个南蛮子，不好意思，南蛮，因为当时说是蛮夷之地嘛。没有文明嘛，但有岭南文化嘛。但是，总的说，因为当时的唐朝是蛮夷之地，是流放的地方嘛，野蛮之地嘛。我才不管你识不识字呢，这叫那叫慧眼，知道吧？你以为只是个，一看六祖，这是他是的，哇，法器啊，大法器啊！你识不识字，怕啥呢？是吧？大法器啊，直接传了，我也走了，拜拜了。你知道那叫单传。那种单纯没有弟子跟师傅那种完绝对的信任啊，那师傅明天去干啥，弟子绝对是完全信任的。师傅您走好啊，真的是，那是吧？而且师傅对弟子的信任，你能可以没问题啊，你担得起来啊，是吧？法脉不会断啊，你下来我相信你不会让法脉传，法脉断的禅宗啊，那是最后的不可说，教外别传的心法，那才是释迦牟尼佛的法。那不是你三藏七部里面讲的东西呢，心心相印过去的，你知道那种印心不可说吗？吃茶喝饼就过去了，是吧？吃饼喝茶，是吧？那就说吃茶喝着吃饼，哎，就印过去了。你说多奇妙吗？你真的是，你看过我们看禅宗的，真的是太妙了。你吃茶喝吃饼跟修行有什么关系呢？在座的诸位今天说。老师，好像我不在修行上了。你要看完禅宗祖师们度你，你觉得你从来没修行过？因为坐在那说喝茶，你觉得这是修行吗？吃冰，你觉得修行吗？没有对上司的绝对信任，你觉得你悟了被他，知道吗？是吧？你有一天相信你的上司能给你这些东西吗？你没相信过，你觉得被这个上司悟了你终身。误了你轮回，误了你生生世世，你怎么能在他那得东西呢？这禅宗的传法，你敢信吗？所以单传嘛，没人信啊，谁信啊？知道吗？谁信说喝茶，正法就在这儿。好歹我在那念无所住生其心金刚经啊，一说金刚经，大家说正法就正在那了，什么？马上正法来了，喝茶。这是佛法吗？什么？这才出教外别传吗？不在经典，教外别传不立文字啊！你金刚经不是文字小吗？是吧？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，喝茶。因为他不在当下，他接不过去啊。那必须是心心相印、拈花微笑的事啊。如果你现在在当下，我说喝茶，过去了，知道吧？就这么简单啊。他在当下，我也在当下啊，两个东西印过去了，是吧？因为他也是这样的，我也是这样的，哎，OK，会心一笑啊！我说喝茶喝了，然后笑一笑，这就拈花微笑。因为你圆，我也圆，大家都圆满啊，是吧？这就二祖能说啥呢？喝茶，佛法就在这里啊，圆满的心就在这儿，如来就在这里啊。你学三藏十二部，不是要成如来吗？如来就在这里，你成个啥，是吧？你为什么要学三藏十二部？你不用学三藏十二部啊，你学什么三藏？喝茶，你在当下，我也在当下，你在如来位置上，我也在如来位置上。就算你质量没我高，但是心性是圆满的。但是你有点习气，你还没圆满，我也，你视线不出32相来，80岁时候我能视线不代表什么，是不是啊？果报因果没完啊。我的32相的因啊，就是你的还没具足，还有习气嘛。但心是圆满的，已经证悟了，开悟了。喝茶，就是两个，这不相应了吗？这不印过去了，然后绝对的信心，然后一看圆了，好，去传法去吧，我走了，不是这二祖就走了，三祖就走，哎，你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去吧，这不就是这样吗？佛法就简单到如此地步啊，因为你本来是嘛，就是，就揭示我们的本来面目，就简单到这种程度，最后禅宗你看。
才有禅的出现，禅宗，中国禅宗的出现，因为太简单。你以为去考博士那么难，那去看三藏什么，让你活在当下，然后呢，你破了所没相了，相信自己的圆满了，然后喝茶，一看，会心一笑，哦，可以了，去吧，记着把那个法脉传下去，让它灯灯相续啊，不要给丢了，最少传一个，是吧 ？OK， 剩下的慢慢，剩下的报身啊、成就啊，慢慢修啊。二祖也是修到流白雪那个时候，他那还没光化，有些东西还没到达，这无所谓了，因为啊，神经系统已经转化，但是还没有光化，就像莲花生大师直接光化。但光化又怎么样？法脉已经传下去了，有三祖了，我失陷个被杀头多爽啊！是吧？不疼了吗？你知道那个刀啊？哎，失陷个杀头，就像那种。那个刀的弧度，呜，然后呢，风凉飕飕的过来啊，因为身体是没有感觉了哦，就是在冲锋啊，你知道自己像风一样的自由啊，那个刀过来跟着风又化了一下，像在冲锋啊，脚头淋白刃，犹如在冲锋啊，祖师爷的境界啊，你知道，远远超越我们的想象，每一个祖师爷站在他那个位置上的时候，他给予我们的都，我们不活在当下永远不知道，我们也觉得太悲惨了，知道吧？方法就是蛮简单，喝茶吃饼就 OK 了，吃月饼就 OK 了。尤其你们要是说吃月饼就 OK 的时候，我们不用进官方了，我们进酒店，赶紧把官方赶进酒店，大家住在里面吃月饼有多爽啊，是吧？为什么见官方苦兮兮的在那儿避呢，灭避呢？吃月饼，哎，大家圆满了，吃啥也圆满，那就直接吃就好了嘛。吃还对我们习气比较适合嘛，对于我们习气没那么辛苦嘛，是吧？本来就是人嘛，就爱吃爱喝嘛，爱玩嘛，是吧？我们边吃边喝边玩，不就成道了嘛，是吧？这就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就是玩着成道的。别吃别喝别玩，然后成佛。所以什么叫极乐嘛？不是叫极乐嘛？你苦兮兮的叫极乐是吧？苦兮兮的成道算极乐世界了。佛法就是没那么难，所以成极乐世界，知道吧？大家是很讲究嘛。其实我们现在这样也可以别吃别喝别玩，只是大家玩的等级高。桌子要楠木的，不是楠木的怎么能叫极乐世界呢？阿弥陀佛那个桌子不是这样的。阿弥陀佛那个月饼不是这样的，什么做的？阿弥陀佛桌子不是这样，你知道？阿弥陀佛的禅堂不是这样的，阿弥陀佛的那个大殿放光的，咱不就有灯吗？阿弥陀佛有个莲花池，那个莲花可大了，是九多莲花，是吧？大街上满大街的莲花卖的，是吧？只是大家长相啊，是吧？你要求的那种金光四射、光芒万丈，其实是你心相里边的佛像。阿弥陀佛有个禅堂，是个茅棚，知道吗？极乐世界也要茅棚的，你懂不懂？因为众生喜欢茅棚，所以阿弥陀佛变了个茅棚。你以为有些人很喜欢住茅棚的，金碧辉煌睡不着，知道吗？为了众生能在茅棚里极乐，知道吧？哎，有的人睡在大殿里，他不极乐，他就茅棚里才极乐，他才快乐。他觉得，你看我像个修行人吧？让他住在金碧辉煌大殿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享福报要上不下辈子还的哦。”哎呀，不行啊，这享福报享完了，这恶报来了怎么办呢？他在大殿里做噩梦啊，是吧？他睡不着，一住茅棚，咦，我不享福了。他就极乐了，他很开心，我不用还，各种认知啊，真的是就这样的嘛。所以很多茅棚的，然后愿意在大殿里玩的在大殿，愿意在茅棚里玩的在茅棚，愿意在铁皮官房里玩的在铁皮官房里，然后他一往铁皮官房里去，他就说闭关了，闭关了，就觉得闭关了。最终就是让我们有一天坐在这儿，大家聊天的时候你在当下，因为你醒来了嘛，是吧？大家不用说了，坐在这儿，谁说话呢？谁也没人说话，大家都在当下了，说个啥？
大家说你说一句吧，大家你说吧你说吧，烦死了。说要不喝茶吧，说是茶也不想喝，没好茶。大家就是啊，你嘴刁也不怕啊，是吧？大家说你太刁了，嘴你怎么不好茶呢？不能无分别的喝茶吗？你说我就是喜欢喝那个茶。没问题啊，你也是如来啊，你那样说话也没问题啊，你叫贪嘴如来嘛。是贪茶如来是吧？最怕你不在当下，你又不醒来，你又不活在当下，你又没觉醒，你怎么着你也不对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贪你也不对，你坐在那儿装，怎么装的？你知道今天你不着相，明天你又着了，知道吧？因为你正量不够嘛，一点点修总会成功的，是吧？打坐还是要的啊、哦，要晚上回去打会儿坐。记住哎，他这个气不动啊，还是有助于看清真相的。我觉得这个静坐，如果能盘起，对，盘不起就坐凳子上或者跪着也行。跪坐不是有那种跪着坐的，有那种跪着后边有个凳子都可以，只是把心静下来，闭上眼，这种状态，整个贯穿你的整个修行，一直到你觉醒为止。其实觉醒了也那样坐着也挺舒服的。是吧？把它作为你的就是修行的一个常用的工具，就是哎，挺好使的。我们推荐的没错，中国菩萨都推荐这个工具，是吧？一定还可以哦，是吧？凳子上也行啊。嗯，破相这种事破不了的就不管了，不要纠结。说破不了还在那纠结的，说我就着相了，是吧？不要给自己下跌，着就着了，只要你不管了，着就着了，破就完。但每天只要每天进步就继续修，也不要定义啥是修行这回事，你反正就觉照力、止力、定力、活在当下的能力，就这些，是吧？然后不断了解如来是什么样子。至于自己身体上说，哎呀，很多说，哎呀，什么情欲又起来了，或者我这样做对，还是那样做错了啊，或者是浪费了时间精力，只要在脑子里乱想就停下来，知道吧？只要敢给自己下定义，你就停下来。当你觉得自己各种纠结，不是想过去就是想未来，想恐惧啊，想各种事情的时候，停下来就是王道啊。没有那么多事啊，只要你乱想，知道吧？不管你是谁，你只要乱想，不管你真的做过没做过，只要你在当下乱想，你就是有问题。当下乱想，你就不在道上，你这个修行就已经偏出被出去了，不在道上。停下来，你就又开始修行了。停不下来，用各种方法让自己停下来，念佛号啊，持咒啊，实在不行逛街也行，真的是逛一圈回来再念佛号，知道吧？修如果很苦、很痛苦，忏悔也行，修忏悔，修那布施啊，修忏悔，修解逆缘啊，这些什么都可以啊，修就是静下来，因为有时候有些恶报嘛，逆报会熟嘛。有时候会被痛苦席卷嘛，你醒来那一刻，这个世界一下子就亮了，知道吧？亮的时候，你知道，你看所有的邪恶，你看所有的邪恶都能很快乐的看，你甚至能这样子，你很快乐的看着战争，看着杀人，看着放火，这样子说，很多人会骂我的，知道吧？因为在修正中确实能有这种境界，你看所有的甚至很邪恶的事。很残忍的事你都能很快乐的看，就是你的心境因为已经完全是快乐的，但是你不是说不疼啊不苦啊，你有人打你你也很疼啊，但是你的心始终是平静的，你甚至一没不是说你认为的那种快乐，是很平和很喜悦很宁静，一直以这种心态看一切事，就是你的心能够达到那个状态，破坏所有相，简单到那种状态，破坏所有相以后你就简单了，其实就是很多定义概念让你很烦，知道吧？都相破净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本来的状态就那样的，你本来就是那样的，很清净，清净啊，里边没有事啊，很无为啊，清净啊，平等啊，慈悲啊，都在那儿，一点一点露出来啊，他就在那儿呈现出来，呈现出来，你看什么事都觉得哦，有这个因啊，哦，这个果啊，哦，因果啊，哦，但是太残忍了，能不能阻止啊？你阻止不了，这就叫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被杀的时候，他也去阻止啊，他也看到一个，他去做，他又三次去拦嘛，在路上，但没拦住嘛，那大军还是去侵略他的家族家乡啊，
他也去来，但是那也里边有因果啊。他就知道啊，但是有因果，但是我阻止不了因果，可能能阻止，可能阻止不了。但是，总有一天你要把那些人渡回来啊，渡脱啊，把那个杀人的也渡了，把那个被杀的也渡了。这才是佛要做的事啊。佛不是改变因果，改变了因果这件事其实没有什么意义。也可以拯救当下的人，比如说他阻止了那个大军去杀释迦族，但释迦族人还在自己的因果里，他难道不受报吗？他难道不苦吗？他还苦啊！你今天遇到难事，我帮你解决了，帮了你，难道你下次不会遇到更苦的事吗？我能帮你多久呢？每一件事都要佛菩萨帮你解决吧，是不是？重点是有一天你能自己醒来，就把你的果去掉，不是彻底救度啊，是让你醒来才是啊。所以佛做的事不是帮你解决那个烦恼，帮你解决那一点点的苦跟烦恼，只是为了彻底救度你，彻底让你醒来。它是个善巧方便，因为生死轮回之苦太多了，生老病死这些帮不到的，是吧？就是很微细的这些，勿以善小而不为啊什么。其实，因为我讲过那个虫子的时候，我很怕那些毛毛虫的粘到手里，但是，当你内心有一天，你慈和到，你连起一个念都怕伤害到别人的时候，就是说，你这样起个念，你因为你知道自己的修正嘛，你随着你的修正，你的正量在提升的时候，你觉得如果我这样起个念，可能都对他造成伤害的时候，你会护持自己微细的念头，你都不能起乱念，就是你连抱怨的念头都不敢发，知道吧？你一发，你会觉得可能在法界里又怕形成因果。当然不一定能形成，但是你可能会这样想的时候，你觉得即使那个人怎么伤害你，你连抱怨他的一下，你可以有时候你内心，当你去这样想的时候，你刹那之间你就能证得一些境界啊。其实是你没有做啊，有时候简单的几次你就可能证到一些慈悲心啊，但有时候你的正量不够，可能有时候又犯了，或者是反反复复，但是每一次你真的按照佛说的做，我发现你都会。马上证的一些小神通啊，或者小境界啊，你真的会出现的。你只要坚持，你的定力足够的话，不是说我们有天眼，我们甚至用肉眼都能够看到很多境界，是你是能够有解脱的境界出现啊。因为诸佛菩萨一直在护持你呀、啊，你是不相信诸佛菩萨护龙天一直在护持你，在道场他一直在护持你。如果你真的是在内心按照佛菩萨的在做，那道正知见的。比如说那些护持之有一定的定力在护持的话，你就有肉眼你会看到一些境界会触动你，让你解脱，一些境界会出现，你而且是可能那些境界是天眼才能看到的，或者慧眼才能看到的，但你用肉眼就可以接触到这些境界，非常不可思议啊！佛学里面的东西，好像我们觉得很神奇的，其实我们很厉害，我们很伟大。如果你觉得，当你证得自己那份伟大的时候，什么都不神奇了，有什么神奇的？只是现在你觉得自己渺小，所以很多事情觉得发生了很神奇。当你有一停留在你的空性里的，到你到达心圆满的时候，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东西你觉得是神奇的。真的是三千大千世界那么多相，那么多奇奇妙妙的东西，都骗用点太虚里太紧。不是说它坏，它也是跟佛的空性、跟你的五气大无碍、跟你的法力、跟你的能力相比，有什么神奇的？神通啊、法术啊，有什么神奇的？所以佛才把它叫小说。